制作寿桃凝聚爱的力量。在槟城慈济之工早期做寿桃都是采用面粉，馅料是莲蓉、豆沙。现在巧思创意，香鸡饭近似资粮来制作。那寿桃的馅料我们可以做甜或者是咸的。那甜呢，我们就是用那个生鸡果仁啊，用生鸡果仁加谷粉、五谷粉呢。它的咸的馅我们就用香鸡饭那个素食面里面的菜。在淑萱有寿桃 DIY 的课，家长带孩子一起做。做这个寿桃呢，它是有一点好像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心这样咯。你要慢慢去搓它出来，你要慢慢去包它，要做给它美这样咯。我觉得应该必须要有更多的父母带孩子这样子来参与吧。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都不错一下，就好像我平时其实跟孩子一起的时间都会带他去这样子的一些活动了。我爱爸爸，我要把松桃送给爸爸吃。上一代的传承，下一代的创新，每一粒寿桃都包含制作者的感恩与祝福。台视新闻冯律熙、蓝景飞，马来西亚报道。